组准备转场。刚刚这条不错，最近状态越来越好了，二正经。谢谢导演。刚刚这条表现不错啊，最近状态越来越好了，荣金。转场了，你不用去准备的。那我走了。我一跳你，不怕被人看见，拿着吧。这什么啊？好好喝。冷泡茶，解暑用的。你跟谁学的？我养父以前很喜欢喝，他教我的。你都叫他养父。我就叫他爸爸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谁啊？啊，广告。梦梦姐，现在给你化妆吗？化吧。